哎，下来吧。我靠，这个自路盾队是智障哦，他把我打死了，北七哦。解除成就。真的不太记得三代的剧情线关卡。接下来要打那个圣甲重号。哎、欸，我还我文号干的。抢劫哦！对啊，还文号的。哎、欸，你坐在后面样子看起来好胖哦。现在是你在开车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开车，我在你后面呢。欸、我在你后面那一台了。哦我也是做副职货，他不能，他等一下会自己下车。这一关还没有要那个，有了有了。消灭第一架王红号。这边要先王红号还我、啊，室内战。那你先把王红号还我啊，奇怪。二楼这里。我都抢。炮兵手段，不是我后面有一只，被搞。哇哦哇哦，走开啦，靠腰哦！我、哦、靠，这又又要撞到我了，他把我撞到没血，你们在？我被脸书说快速炸死，又在干嘛？真的？哎、欸，看那个上幽灵号了，小心！幽灵号，靠！谁要幽灵号的残骸？这是我的。开门。走。K 二三，这是航向黎明号。状况回报。那招不能抢，那招不能抢。那招不能抢啊！对，那招不能抢。那敢用 bug 去抢？哦，那个入口出口处那边有一台王红号，你可以去抢。现在在射我们的那台啊！我死了。好，士官长，目标摧毁。前往下一区完毕。我靠！我靠！他把所有人炸死了！我的天哪！他在我面前把所有人杀死，那个王王号。我信邪。药剂号要小心，那很痛。先干掉他那个炮手，你的下面很多幽灵号。哦，你们这边没路可以上去，好的。我去，我死了。我也死。
从哪里啊？干？去？没有狙击枪吗？狙击枪刚在上面那边。看我刚刚他妈的太多人了。上面这边没有啊？没有的话，就是那就是独挡到我刚刚拿走，然后死在外面的时候。洗白。哦，对，在这里。先把那个上面那个炮手狙掉。欸、靠背啊！我觉得我还活着。他发现我。讲话太吵。小心小心，下面还有幽灵号。哦，你很勇啊！上面炮手是，我干干！没事吧？狙击枪拿走干嘛？他妈的！靠呗，我在这个里面也会死掉，真是血了。你死掉了？我复活了。狙击枪在这边。好。狙击。死了，炮手死了。靠呗，我蹲坐冰包。敲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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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了，敲坏了，妈的，快烦死了！他们数量太多了，不要排火，是士官长。习惯不服，气点啊！干掉他们吧，长官。小心有那个破盾的。我死掉的时候脖子会折起来。手榴弹不要！那是那个断头。怎么那么大一颗红点呢、啊？哦，那是那个魅影号。我差点就大功告成了。抢他们的敌人还被骂。我们只剩下最后的弹药了，长官。哎，火箭筒。都没事吧？有人受伤吗？真是令人失望。哦，你捡火箭筒好小一把哦。啊！妈的，我要死了！楼上，楼上，楼上，楼上。Fuck！ 我好讨厌灵光啊，我打不了。太多只了吧？哎、欸，死光了吗？这怎么没有理我？等下要打那个圣甲虫了。早就不信鬼神了。好啦好啦，卖惨啦，加卡！你一定是被 get 的啦！这里有你的大枪。哎、欸，妈的，我也要开一台下来。来，下来吧。我、哦、靠！这个自路战队是智障哦，他把我打死了，北基哦，干你妈！他是北基，他是北基，白痴！哦，我干！那个陆战队把你干掉，妈的！那先下手一枪。
白痴哦、喔，白痴！哦，白痴哦、喔，哦，火箭筒没，干掉。上面很多，上面很多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幽灵号。哎、欸，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，我们这一代可以开了飞行载具。黄蜂。对。你开了？哦，没有。有啊，空中有啊。他是来这边支援。打爆一台，打爆一台了，再打爆一台。哦，我靠！我怎么死在这里？哦、你好。我没有，谁他妈？我说过，我要把路上去杀光。不可以。冷静。走开。你这样杀他们两只，他们就要靠腰我们。不走了。白痴给我吓死了！妈，他们在那边窜来窜去，我烦。两台防空王文号都解决了。一台。有个大型物体朝你们前进了。你可以上那个起重机，然后直接跳到圣甲虫号上，或者是把他屁股打爆之类的。飞弹发射台，酷！这个很好用，这个超好用，这个我之前30秒打完圣甲虫。有时候怎么瞄准？它会自动瞄准的、啊。好像是自动瞄准。对，你瞄到它就知道了。来了！干，好痛！鸡巴！死了！看你娘！他一下子，他一下来，我就被上面的炮手打死。我先去找火箭筒来。先不要去触发。不行，他一定会触发，他是时间制的。没错。刚刚火箭筒怎么不见了？这艘是船吗？过去了，圣甲虫号，找掩物，快！没有，是圣甲虫号。就用狙击。打他的屁股，或者是脚。我踩到，我被踩到，我要被踩到，我要被踩到！我要被踩到，我要被踩到了！啊！为什么你们傻？啊！我靠！我差点被踩到！然后他就下来了，他下来了。我可以上去了。快，趁他倒地，想办法进去。赶着上面很多人。我靠！没有。来不及了，应该来不及。我来了，我上来了。你上不来了，他起来了啦。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好，我在二楼等你。
小心哦，这边左边。我看这个很这个视觉效果很好哎、欸。我还没搞清楚我在哪里。打爆他！好，快跑，别跑了。爆了吗？先跑，先跑，掉下去就对了。呜！差一点。欢迎指挥长，我已经派先进炮过去了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一台啦，这台可以一次载六个人。士官长，还有一个，下一区有个星盟的防空炮，摧毁它，获得统帅就可以发动攻击了。好，这边要下车的。这边其实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坐电梯上去。这东西看起来像，它是那个，没有，它是我们刚刚用的那个飞弹炮的轨道，哎，应该说是立架。哦，那是我拆下来的。对，那是我们拆下。哦，你把它拆掉了，敢拆掉超烂，它只有八发。因为我刚刚想说，我把它打跑之后就直接移过去。真高兴见到你，有点麻烦。是敌人。不要再放护盾了，妈的，这是星星。玩完了，快跑吧！士官长，随便射吧。杀了我们的人！哦，那个怪物完全疯了！别停下来！我靠！他全身都被钉满。放几个护盾啊！烦死！妈的，这边超多！重力锤来了！啊，不是，是猎人，对不起。哇哦，喜欢这个。好痛啊！直接往你头上捶下去。死一只。哎呦！哦，干！啊！飞出去。刚好死掉，真是太棒了。动力锤。他无敌了。把上面的打掉。他过去了。不关我事啊。他过去找你了，他过来找你了啦，靠背哦。锤他老母！经过的好吗？哇，这个炮超酷的！打一打！哇，张建浩！士官长，副的舰队正快速接近，摧毁那大炮。
我们没时间了。那个有燃料炮哦，山坡上有一个。要跑上去。别跑上去。那应该到网上吧？那网上。可以先放去。放心。哎呦，干，差点射到你，好飞。那这个爆炸有点太激烈，看不到。Oh shit！还没死啊！干！我死了！什么啊？没事。哎，弗兰炮死了！我看你干！哦，没事。哦，sorry，我打到你。好，回了，耶！哎呦，干，我被丢手榴弹！我在进入动画的最后一幕，是我手榴弹被粘到脸上。多长箭炮？对啊，超多台。我不是我们做飞过。我让大家出来看一下。最爱的来了，嗨！那是什么？鬼灭咒啊！恐怕更糟。那地球不是完蛋了吗？对。